AD 直接让热浪野怪回血，下路往前一勾，没用 ，Up 上被挂了个点燃，没用，没用，往前点了一套。另外一边的 DFM 还在下路，二 v 二追击，哇 ，Alone 被卡在了塔下。另外一边要让航先行进攻 ，Field 血量有点危险，剩下最后的151。他还有重击，他还有重击，还有重击，想要回血吗？先中了个蓝 buff 回血，但是 Field 血量很低，还不交闪，先滑步先走。后面 Lonely 是往前闪现火，这个闪现的火焰喷射器，而且 AV 也是跟着闪哦。对，这边感觉这亏到姥姥家去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他不交那个重那个。顺便保个中，往中路绕过来 ，Steel 往前一个烟雾弹，徐若瑄再推推到 ，Alone 的有点危险，往前闪现普攻，再补一下，再补一下，呀好，最后有补到这个普攻，手杀拿到手。他们是有语言上的问题，但其实没有，很奇怪，应该是没有语言上的问题。第一个闪，第一个闪，另外一边的这个 Q 乱丢，连闪都没逼掉，下路。也是 Utah 来点哦，然后勾到了 Fight Key 闪现先交点燃烫死，另外一边 Strength 也很危险，再被点一枪。原来有韩援选手的队伍，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你看这边照，对吧？悟空，他被发现了，知道了，格雷夫在我们家右边，他有拼点呢，其实。对对嘛，那这边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往前呢？不是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辛毒要往前，你跟着往前呢？那不是就很奇怪吗？就他在那边造完，那他不就有可能顺路来中路，他要去上吃上河蟹吗？是，对吧？好，那然后这边就是，这边我觉得就是 AD 的问题，他感觉不够熟这个技能，他可以去吃那几下 WA 之类的，他都不会摸透了。不过 DFM 一开始老三也讲嘛，打线组合来看一下 Harp 的钩子出不出，出钩。把 Straight 给勾回来，伤害很高，吃着屠戮直接打爆。另外一边是滑到了 Fight Key 脸上，又是这几枪，屌虐！Dimitri 在吃这个预示者 ，DF 的人来夹咯，叫了一个火元素，撞到一个岸上的悟空，是有预判的。徐若辉在推，哦，这里推到的是分身，但预示者好像是要被 DF 给接走，做了一波义工，一，哇，做了一波大义工啊！另外一边 Steel 是往上，要二叫羊吗 ？Lonely 用脸看，直接被撞飞，哇，那有点危险，叫了闪现想走，二叫了火元素撞羊，但来看一下 Lonely 扛不扛得住，扛不太住，但在倒下之前还好有一个护盾。哦，是看看躲过这一波击杀的危机 ，AB 有点危险，是血量见底了，被 Dimitri 的悟空给一棒敲死。另外一边的恶意收购，是把维克特给留住。维克特在倒下之前有放了一个混沌风暴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所以把犹太空给逼走了。我觉得那蓝宝死定了，我怀疑有人在乱玩，肯定有人出招乱出啊。那这个亚哈朗会有危险吗？因为看一下悟空躲在后面哦，小危险，小危险。Straight 也赶过来夹击 了，是福野夹击搭配的 TP 过来的，来看一下亚哈朗走不走得掉，他有闪现的，来看一下出个强冲击。亚哈朗感觉连闪都不想交了。我是说我们自己赛选手，有些是那种视野会做的比较凌乱一点。来看一下这一波，格雷夫啊，少开一枪啊 ，Q 乱扔啊 ，W 乱扔啊。我觉得你的脑袋，你的画面他已经死了是吗？就是那个蓝宝已经死了，这蓝宝被撞到就应该要死。那没死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格雷夫玩的像红牌。OK。然后另外一边的龙被抓包嘛，被抓包那没办法，想赶过来夹击，结果自己被夹了。两边都有一些操作上的小瑕疵，没错，但问题不大哦，各有收获。还行，但是就是后续的这个推就有一点多了吗？多了，有点多了，就感觉很像是 DFM 觉得刚刚那波赚的不够多，就是哦，我跟你平开，我不要，我要更赚一点。这边有点太贪了。是，对 ，AZ 真的开了，亮了 TP 是正面亮 TP，正面亮 TP， 他不包夹的，正面来，光明正大跟你正面这么近，你也要亮 TP 啊？正面光明正大跟你对决，这个看起来就是那个。CBA 人本在楼下还要叫熊猫的，你都叫外送是吗？对啊，这么近走过来你要亮 TP 哦，而且他还可以考虑要侧切嘛，你好狠哦。没有，好，结果是蓝宝的等离子飞弹直接放，然后搭配的小龙剩下九百点的血量，最后是悟空拿走 ，AZ 偷了小龙就跑了，哇！就他们刚刚是他们的节奏，蓝宝要在下路带线，是他们可以找点事做，炼金罐插眼亮 T。把蓝宝给顶起来，旁边来的应该是亚航的辛朵拉，这个大队直接砸，没得操作。我奥恩我厄尔在上路带线的情况下，你会觉得我不敢动这个巴龙，因为我前面都软。但 AZ 好像完全没意识吗？对，可能就真的被那个他被那个上路啊，还有中路在上面带线这个前景给骗视野了。那 AD 现在就算想埋伏，正面团是接不过的。想埋伏。
Harp 已经看到对方三个人的走线了，是闪现一个恶意收购大雪，刚好是杨澜大到了两个人，但右下角的 Fight Kid 还在努力的作战，二准备撞羊撞的往左边的是把蓝豹给撞飞了，而正面的 Fight Kid 已经失去战斗能力，队友也全部被陆仙给射倒，中了一波，是 Fight Kid 躲在草丛里面想要来秀，也是被 Steel 一枪给蹦死。那看来这把比赛已经是准备要画下句点了，因为复活时间还有30秒钟，搭配只是对方 AZ 的零这个零换五，是 DFN 这边是一个零换五的优势。AD 这边的选择，第一方向是好的，就是他选择就来埋伏是好的，再来是他埋伏的地方错的，对，他应该要去埋伏那个二的，就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应该要是埋伏那个来支援的。是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最后的奋力一搏。这边取得悟空往前闪现，是硬转了一波。然后睡特也想要来补控制，反手勾了一下，蓝宝也是此时复活，但是主宝是被攻破。我们要恭喜 DFM 拿下了这一局。Okay.